去年开了 IG 账号，就经常在网上跟网友互动，就连艺人们都很爱留言给偶像。过年前夕，新也发了一张食神经典剧照，问大家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，要大家统统讲出来。结果吸引一票艺人留言。他说希望拍《食神二》，劳勃·柯佳燕则说想见到星爷本人。告五人偷偷打广告，邀星爷当他们小巨蛋演唱会嘉宾。林湘则想送他写真书。身为网络纠察队之一的阿信也来留言啦，说想为星爷唱主题曲，结果在过年前一天被翻牌啦。星爷回一言为定，还放了可爱的握手贴图，更在限动加码，你作曲我填词 OK 吗？让阿信下疯，连发了好几串惊讶贴图回应，当然 OK， 还说星爷许愿词没在开玩笑的。阿信瞬间变成小粉丝的反应也被笑说，现在终于懂我们的心情了吧。